因为我们这个种树呢，一开始种的时候会种比较密一点点哈、让它一直往上涨，然后它长到一定程度就会竞争，要留比较好的树啦，大棵的留下来之后，就把一些树呢、要把它疏伐掉，所以让它有生长的空间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动作。拉，用拉的，重点是拉的力量，继续加油，往下走。Nice！ 哇，大哥每一刀都拉得很扎实耶。追的时候变帅，全身都换电去了，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啦！就是拿电机就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非常棒，这个导口做得非常的漂亮哦，算漂亮的，对，非常漂亮，谢谢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在它的背面再做一个背切，最后一刀，第三刀，加油，还有咯，好像在动，开始会有点晃，怎么样？猛猛猛，倒了，快了快了，要倒了，来说倒了，就倒了。树倒了，倒了，啊！哎，那速度不够快，那我们一起吧，可能用推的好了。好，兄弟们，1、2、3 ，Go！ 哇，哎，来，小兵人，树倒了，哦，哇！Oh, wow.